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那么今天2022年的9月18号，那么欢迎大家回到虎啸人生节目。开始之前呢，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早上4点就起来了啦，今天是7点的那个怡保在跑，还有很多场啊，那个靶生还有啊，今天很多场在举行。然后跑完之后呢，赶紧在那个怡保呢吃了早餐之后呢，然后立刻就要回吉隆坡。还好啦，还好呢，那12点多就回到吉隆坡了。要不然呢，等下大概到1、2点、2、3点的时候呢，哇，跟你讲啦，916假期嘛，916假期，大家可想而知那个塞车呢会多恐怖。你看马来西亚最大的问题的，就是很多东西呢，你看做了之后呢，就是这个人的问题，人的 management 不好啊，马路就建一条，然后塞了几十十多哎，可以讲几十年了啦啊，10多20年啦，都是在那边塞啊，到现在还没有改善这个问题啊，都是人的问题啊。马来西亚地方很好啊，现在怡保跑一下那个，我早上4点就起来，到现在下午啊都很精神啊，怡保街上啊这样子跑一下，哇，正能量啊，我满满的正能量啊，跑10公里罢了，不啊有一点意犹未尽啊，吸收了很多正能量啊，精神那么好。但是呢，人呢，真的是很大问题啊。所以看到新闻啊，昨天看到那个新闻啊，哎呀，越看越可怕啊。好了，当大家有一天呢，三长两短，哎，不是大家啦，人无常，可能我们的亲戚、我们的朋友、哎，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什么什么身边人。三长两短的时候呢，哎，我们在社交媒体呢，我们都会看到嘛，人家是怎样三长两短，南无阿弥陀佛啊，佛教徒会这样子啦，但是一般的人会跟你什么放一个手，什么都不写啊，还是很多人会写吗 ？RIP Rest in Peace， 这个已经成为社交媒体的一个呢一个秘密了啊，那这个已经成为一个秘密了啊。OK， 那个 Rest in Peace， 然后一般有些写英文的，他会写说 My deep condolences， OK， 然后有些人写华语的安息吧，啊，节哀顺变吧。好了，现在啊，现在看到那个新闻啊，只要你信回教的，你是 Muslim 嘛，现在不可以写R.I.P. Rest in peace 啊！你看，你看每个人呢，每个人呢，在网络你看到人家死了，那一定是 Rest in peace 嘛 ？R.I.P. 我们都是 R.I.P. 嘛，已经成为网络流行语妹妹了嘛？啊！现在呢，讲说 Muslim 呢，信回教的人呢，不可以这样子写哦。哦，就算你现在你的朋友死，那个人你的朋友不是信回教，好像我们华人，好像我们的亲戚死了，我们的马来人的朋友呢？现在开始呢，哎，不可以写 RIP 给我们啊，你看啊，所以马来西亚是不是人的问题？人呢越走越极端了、啊，哎，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新闻啊。那么这一次的事情呢，它虽然它发生在那个穆斯林的身上呢，啊，就是马来人啊，马来人强制穆斯林，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，哎，受罚真的只有啊啊。除了那些很极端的那个国家，被砍头的国家啊，再来就是马来西亚是这样子的啊。那么也仅限于西马，离开西马，东马就这样子啦啊。东马是很和平的，穆斯林是很和平的，回教是一个很和平的宗教啊啊。但是在这个西马呢啊，给某个人带一下呢，现在走路很偏呐、啊，很极端的那个路线呐、啊。所以虽然它是穆斯林的新闻呢。但是对我们华人看见啊，吓到啊！你华人看见你不怕 啊？华人一看到他讲这个东西呢，哎，我们会联想到很多，所以这个国家的未来呢，有一天呢是他们掌权的话呢，哇，以后你都不可以写节哀顺变，你也不可以写 RIP 啊，现在是讲他们不可以用了，他改天到我们呐、啊、，OK。所以那个这次主要是那个我们联邦直辖区的那个宗教师啊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呢？因为
那个英女王呐、啊，她那个英女王离开呢，她看见很多马来人呢，跟她写 RIP，不甘愿哦，妒忌哦，啊，不甘愿哦，对，她讲说马来人那里可以写 RIP，所以这样的新闻就传出来呢，啊，在那个华人的村子呢，非常非常的震撼，所以这个国家呢，其实未来呢，真的很不乐观，只要这群人呢，他们一直存在的话呢，你讲这个马来西亚。怎样能够发展得下去？开车就是这样顺顺的嘛啊，那个，今天我怡保开回来很顺的啊，虽然纯下雨也没有踩 brake 很顺的啊。我们跑步也是嘛，你很顺的配速呢啊，今天五分多6分配速很顺的这样子跑下去，跑完了啊，差一点点破1个小时了，今天10公里有点可惜啊，不敢冲太快啊，那么。好像大马现在这样子啊，你走一下又 play 一下，走一下又 play 一下，因为这些人就是 play 啦。啊，大马要走进先进国啊，又 play 一下，啊要先进国，他们又踩 play 一下，先进国又踩 play 一下，这样子国家那也可以进步啊。那么节目的最后呢，真的啊，大家去多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啊，穆斯林呢，回教国家呢，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子的，知道吗？啊，我们在大马久了，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全世界属于非常极端的国家当中啊，西马啊，东马没有啊，西马，所以好像我第一次去迪拜的时候，哎，那里像回教国家，怎么比我们 KL 还进步，比我们 KL 还先进啊，非常非常 open 啊，什么人都有啊，在街上穿什么衣服都可以啊，你不信穆斯林呢，人家不管你的，哎。啊，不信穆斯林没有人管你的，除非脱光光他第一次看到有一群女孩子脱光光被赶回去罢了。啊，首发迪拜没有看过他们行使什么东西吗？啊，去土耳其呀、啊、这些，哎呀，很开放的啦。那个洋人信回教的那些很开放的啦。啊，那里有像我们这样子啊？啊，这个不可以，这个不可以，这个不可以，这个。所以大马真的是一个很极端的国家。所以讲到最后就是。当国家要走向先进国发展中啊，这群人的想法呢，他就在那边等于哎，play 啊 外国歌星来开演唱会，哎，play 啊，他们开演唱会，我们在外面乱啊，才 play 咯啊，你不能作为演唱会向国家怎样发展啊？所以呢，大马很可惜，都是人的问题啊，很可惜都是人的问题，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，他讲穆斯林不可以用那个 RIP。但我觉得有人不会理他的啊，但是这样问题就是呢，这一群人呢是存在的啊，一直给国家的进步呢踩 play 的这群人呢是存在的啊，所以呢虎啸人生啊，真的是虎啸人生啊，好了，那么短暂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那么欢迎大家留言讨论，那么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回见。